好啊，想吃啥？新开的那家炒面馆好像不错哎。可以啊，那点那家吧。嗯，好，我看一下。嗯，你是要吃炒细面呢，还是炒刀削呢？炒刀削吧。那你是要肉炒的呢，还是蛋炒的呀？随便吧，那个饿死了都。哎呀，急什么呀？你到底是要吃肉炒细面，还是蛋炒刀削，还是蛋炒细面，还是肉炒刀削啊？哎，算了，我们别点外卖了，我们吃那个方便面吧。那我们是要吃干脆面呢，还是要吃泡面呢？泡硬币决定，可以了吧？泡硬币。好，那是花面代表吃干脆面，还是花面代表吃泡面啊？好难做决定。哎呀，你说嘛，代表哪个？你说嘛，你不要让我做决定，你说呀，你说，快点说。哎呀，用一块还是要用五毛呢？你快点说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都要做一个 nice 的人。哎，老婆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这家店所有的菜我都点了一份，不用挑了，以后你的选择困难症就交给我吧。你对我真好。不要手机起来，我们赶紧，开始吃。吃哪个先啊？就先吃这个，我来帮你挑了。好。哇塞，哎，那我是用筷子呢，还是用勺子啊？用勺子。嗯，好，用勺子。我是先喝饮料还是先吃饭啊？先吃饭，以后你的一切我来决定。好，来开始吧。微信搜索关注尖叫奈斯男女，看独家花絮，玩劲爆游戏，我在等你哦。